看到你们很开心。那我们是谁？反骨啊。那他反骨的谁？飞哥。练习，练习，练习。谁来稽查实践图集？大学生的包包都装些什么违禁品？欢迎收看 Wacky Boy and Girl， yeah！ 今天是谁来稽查的校园版，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还是把口罩戴起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大学生上学包包里都装什么。你以前上课有带东西吗？不会啊，我都不去学校啊。啊，你回学校演讲也算是杰出校友吧？现在都是用电脑在教课，我那时候包包也背好玩的，更没放。好无聊的答案啊！学生时期已经过太久了，我有背带。那我们马上就来看一下大学的同学们包包里会放哪些东西呢？稽查 ，Let's go！ 哎，同学，同学你好，大几啊？大三。有在好好念书吗？有啊有啊，很认真哎。真的吗？什么系啊？气管系。检查一下包包，气管系同学通常会放什么？哦，他有个东西很特别，指甲剪，因为我今天才学到剪指甲。这很像培根会带在身上的东西，差不多。因为我没有灰指甲。然后有看影片哦，毛巾跟鞋子，等下打球。啊，你们学校到底哪个地方正妹比较多？草丛感觉那边很多。好，我等下去草丛。他们在草丛干嘛？放学都很多人走在那边。那是学生吗？看一下包包。哎，同学，可以访问你一下吗？你是谁？我们是路人。有看过我们吗？没有啊，没看过。所以我就说你们是谁啊？我们是拍网路影片的。要问什么？快快快快！想问一下，你平常上课会带很多东西来学校？因为看你没带包包。我包包在楼下哎，还是你们等我20分钟，我去交论文。还是我们陪你一起交论文？哦，也可以啊。那交完论文可以去看你的包包吗？可以。那我们陪他去交论文，我们保护你。请问大几啊？研究所。什么系？建筑系。建筑系，建筑系不错哎，未来盖房子。家开箱实践的建筑系研究所，这个是干啥的？就因为我比较懒，所以我就没有拿调色盘。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包包。我不客气了，好漂亮的颜色哦，豆豆红螺烧。你是有多饿，把这些吃的都拿出来？那你是小叮当吗？这什么时候买的？半个月前。半个月前。快过期而已。女生比较看得懂，我看不懂这些。有什么比较要特别介绍的吗？我觉得都很不厉害啊。这是什么？好小。迪奥的护唇膏。请问这是什么？这也是迪奥的香水。随身带香水，是个精致的女孩。噔噔。哦，因为很常落晒啊，常备药品。这是肚子痛或者是平常吃东西的保健，然后这是经前症候群的时候要吃的。那你月经来的时候会很想要吗？看心情哎。就很想要落晒。哦，超同意到晒的。我想问一下，以前就是这样算是很常见的穿搭方式吗？哇，我觉得蛮酷的，凉鞋配袜子，我很常这样穿哎。可是我觉得很潮哎。谢谢。好，那再次谢谢苏同学。谢谢，辛苦了大家。什么星座？什么星座？双鱼座。跟我一样哎，好配哎。嗯，双鱼跟金牛也配。冷静，冷静，你们回来。谢谢。超赞的啦！遇到三位女同学，你为什么这么兴奋？看到你们很开心。那我们是谁？反骨啊。那他反骨的飞哥。练习，练习，练习。你是做效果还是？我真的这样，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今天来访问一下突击大学生的包包里面都装些什么。来，第一个，自己带杯子来学校的，算是蛮不怕麻烦的。这是公司要背的东西。这是你在哪边上班 ？Net。所以你上课都在背尺寸32等于 XS。哎，来看一下另外同学，我发现大家都会带这个保温杯。甜甜也爱带，也会使用。好可爱！大学生会带铅笔盒，谁上课还会带铅笔盒？这是好学生的象征哦。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个，我看到了一个形状很母汤的东西，是方形的，长条形的，好红啊！很多这种是会震动的，我找一下开关。真的，我关掉，没有吧？你不要演哦。这个很强哎，真的。看一下这旁边那位同学，给培根收藏环保餐盒哎。每天带水果，难怪皮肤那么好。你也是制作环保杯的，而且这个很漂亮。等等，放学要去哪里？我们要走了。要走了。嗯，好。谢谢同学。谢谢。你是谁啊？可以拍吗？我不知道，我没有在看 YouTube。我香港了，我看你。你是看到真人？我是真人啊。我们今天有开一个企划，就是要检查同学包包里面放什么东
你们是什么系的？美茶。哦，我跟他以前都是啊，我以前就念美社啊，现在就每晚都社。我是没人设，我说没有人设。那可以检查你的包包吗？好，我中，我是中笔电的。这一台是我花了蛮多钱买的电脑。这一台花了多少钱买？3万多。啊，你是用来跑哪些软体？妈呀！妈呀！妈呀，很难的。妈呀，三 D 哎，可以看吗？可以啊，它里面只是一些无聊的东西。哦，很棒，它有在写光影技巧啊，怎么样玩光啊？这个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妈呀的内容，对不对？这个是怎么样把一个图拉成立体？我跟你说，上3D 真的很痛苦。你也学过吧？有啊，最痛苦的是你全部都画完，你按下 render 的时候，你发现其他软体都直接翘课。旁边同学，他没带东西。那你要认识一下这位，认识一下。哎，什么系的？自我介绍。什么星座的？天蝎。你知道天蝎金牛很酷吗？我男朋友是金牛座。我男朋友是金牛座。直接展开追求。我只是觉得你什么意思？影片上看可能看到这里而已，所以以为我很高。对。那你没看过老地精？那你想象中我要多高？差不多，这样差不多，差不多。同学，欸，有空吗？我们正在拍一个突击校园包包系列。两位女生什么系？风暴系。有男朋友吗？有。好，那你们可以先上课。好，那我们好来，那检查一下你们的包包，大学生用的包包。这个包包多少钱？1000多块。这个是眼线口红。我发现女生的包包真的能装的很少。哦，这是 AirPods， 它脱掉。我小时候也会把芭比娃娃衣服脱掉。自己的包包，男朋友送的，真爱耶！在一起多久了？1年半。嫁给他，嫁给他。那问一下，那个包包是你当初说过你喜欢的吗？也没有，是他自己。那如果男朋友送了一个包包，但结果不是你喜欢的款式，你会直接说吗？事后检讨，那一开始要表现我很开心。先开心，不要泼他冷水。对啊。之后再来说你那个不行。分享一下，我遇过一个，就是买一个包包，然后他说我买错，现场就直接暴怒，叫我马上去换。谢谢两位可爱的同学。嘿，hey, 同学可以访问你一下吗？访问吗？同学，我问一下，就是你平常包包会装什么？装什么 ？Hello， 同学，我在跟你说话。嗯。嘿，同学，请问现在大几啊？放学要去哪里打球？算了，他要去上课，先不要打扰。现在同学好了。情侣愿意被访问？我们访问的也很简单啊。他们不是情侣，你们是情侣吧？还没公开，那这样可以透过影片公开吗？要问他在一起是吗？这个影片剪好刚好。我们影片上传的时候，你们就在一起这样。现在本来就在一起啊，没公开。对不起，当初怎么追求他的？就有一次，一个共同朋友打电话说要不要约，然后约完那一次之后，就开始聊天聊聊，就约出去读书这样。约就不是读书了，书就放在身上读。然后就有一个打赌，输了就在一起那种。因为我以前真的跟女生打赌过，我就说我赌你不敢亲我，然后她就亲我。对，就是这样。耶，很棒，就是这个打赌。对，就亲脸嘛。结果那时候就直接亲嘴。是因为你要亲的时候突然这样吗？这个我很常用。但今天我们要访问的主题其实是看一下大学生包包里面都装些什么东西。讲我啊，没有关系，还是大学很无聊，大学大一，什么系？我是池宝，我风宝，他是我宝。果然幽默，难怪你最喜欢。我处女座，所以都有那个一包一包的，处女座是药，头痛药，他会头痛。哦，好贴心，卫生纸，卫生纸很正常。啊，这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要给别人用的。更安全、更舒适、更情趣，他真的有写到情趣了。水性润滑凝胶，尖叫客送，这要送给别人的。对啊，这个是维力炸酱面汤包嘛。男生朋友嘛，就是紧急就给他。我自己身上也超多，因为招财。我自己也有放一个啦，这个感觉更容易招财。哎，你好可爱！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女朋友喜欢你了。有啊，看到第二只梳子，因为处女座嘛，这是要借给人家的啊，自己梳要用自己。可以安排一个情境剧吗？这里有个梳子，你叫他帮你梳了，然后你就说不要，你就要说你以前不是都会帮我梳头发吗？然后再换你说，因为梳了，你的事就来试试看。情境短剧开始。哎，帮我梳头发。哦，你要说不啊，记性不好，好烂啊。5、4、3 ，Action。哎，帮我梳头发。不要。你之前不是会帮我梳？梳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好，可以很可爱。好烂哦！希望你们的感情长长久久。哎，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的 IG 啊？让大家追踪一下。CATH.0405，两条底线。917UJ，谢谢。
美女好，请问叫什么名字啊？ Sunny。 IG 是 Sunny 底线1205。今天素颜了。我来上课都没有化妆。平常上课不会化妆吗？不会。学校没有很帅的男同学吗？没兴趣。你是觉得同年龄的男生都太幼稚？对啊，我对同年龄没什么兴趣。那之前男朋友最大只有几岁？24。你现在几岁？我现在20。你年纪这么小，认识我这么久，然后现在才知道吗？你没化妆，我认不出来。对不起。检查包包了。一样有口红、口香糖，是恐龙。好可爱，我超喜欢恐龙的。口罩？不是，这不是口罩。口罩这个才是。不是这个啊，这女生的护垫。对，拿出来有点害羞，不好意思。请问你有去 Seven 帮男朋友买过保险套吗？以前有，我不会觉得怎么样。像之前啊，酷燕有一次说，培哥你帮我去买保险套，我就买了之后，然后店员都一样眼睛光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为什么你要叫我来买。可是因为你买，店员也不相信你要用，所以我才叫你买啊。对啊，也是啊。谢谢这位可爱的同学，谢谢你。好，以上是今天的影片。有觉得谁的包包里面最有趣，或者觉得哪些同学很可爱的话，记得去追踪 follow 他们。还想看我们去校园稽查做哪一些访问，再告诉我们。喜欢影片，下次订阅，不是，这次就要订阅、按赞、分享。下次见，拜拜。现在下载 Hami Video App， 订阅 C at T， 即可抢先14天看到我们最新的影片哦。